啊，本来做人物的是做莱尔林，有22年的，啊，所以台湾还有得奖。我们那样转来照顾我妈妈哈，然后开始做跳油，做跳油15年。哎，玩到李日興啊，44年是62岁咯。因为全部莫不要跳入全部暗黑，那妈妈哦，细柔还是转来照顾佮。上一辈阿妈莫是暗黑的时候，我也开始做跳入。所以其实我是教学的呀，但是为了俩还有脱开学脱的人员，哦，去研究跳绳也蛮多。经过差不多3年，我让试验成功的。我做跳柔其实全部进行过，我哋啊全部用树骨去做啊，将一板柔的木柔去做跳哈，佮做一路500公斤，我用针呢，就古人的方法去做，用针就刺上15公斤，我差不多10年无了你嘞，因为按发酵的时间哈，全部爱反爱照顾。这条呢，还是由研发出一团技艺哈，用全石头来。如果古法呢，这唔呛啊。青岛芋头做的哈，青岛人唔敢说，但是我做的完全无介芋头做的粗的梅托，所以做出最好的跳油。那里啊，有人啊天书，我们希望去做的比较好，哦，将俺俩传统的行业哈，然后继续传下去。